the largest coffee event in southern Thailand， 旨在促进泰国南部咖啡产业的发展，并向世界展示泰国南部优质咖啡。The largest coffee event in southern Thailand， 目前在和爱的 Central Festival 举办，为期一星期。活动期间，将有来自泰国南部各地的咖啡农民和咖啡企业参加，展示他们的咖啡豆、咖啡产品和咖啡文化。此外，这活动还将举办咖啡品鉴、咖啡艺术等活动，让参观者体验泰国南部咖啡的魅力。The largest coffee event in southern Thailand 已经成为泰国南部咖啡产业的重要宣传平台，吸引了来自泰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。这活动是了解泰国南部咖啡文化的好机会。如果在8月25日至31日，您有机会到泰国南部旅行，不妨参加这活动，品尝泰国南部优质咖啡。